颜色，就是白色跟我身上的杏色。然后这件的话，其实它就是重点在这边，很可爱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今天里面是直接穿那个 bra top， 但我觉得你们如果平常穿正常的内衣好像也 OK。它这边就会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镂空的地方。上衣其实它的长度是比例很好的，就是它刚好是盖过你的那个腰头的地方，但是它不会很长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其实穿起来我觉得差不多在那个肚脐下面一点点这个地方而已，所以它长度非常刚好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不会太裸露，因为它这边是做比较宽的这种背心，然后你就不会整个这个肩头会露出来，就它稍微可以就修饰一下你的副乳跟你的肩膀这个地方。比较偏肉的女生我觉得应该会爱这件，因为它完全把肉肉藏在里面。对，而且它是那种方肩带，所以就是会看起来更显瘦。你看副乳这边它就是完全是遮住的，然后很凉，这件超凉，它就是完全是做棉麻的，然后很轻，非常轻盈。这件的话我觉得就是穿起来真的是透气感十足。